挑战在花向北，3000多买下一台全新的苹果16，咱们现在试一下，到市场了，兄弟们，一起上去问一下价格。现在的情况是啊，每一家做新机的档口现货都比较多，所以说想要入手的朋友也可以等一等，看价格还有没有下降的空间。这一家有苹果16的现货，白色磨砂玻璃背板的确比其他颜色颜值要高很多，但是价格也要贵很多。全新单机档口给咱们报价是3800，序列号已经查过了，是未激活的机器。档口还有16 Pro Max， 有没有感兴趣的兄弟 ？Nice。这一家的现货是粉色128G，这个颜色真的是太突出了。新机模都在，我们查过了，是全新未激活的机器。档口报价是3600，和白色差了有200块。换作是你，能不能接受不同颜色有200块的差价？这个兄弟他追求的是极致性价比，所以他最终选择的是粉色的机器，3600加上改卡的100块，一共是3700。大家感觉这个价格有没有性价比？